娃娃当吃尔啦，打吃起来，娃娃，打现现听见没？
都三百几块钱，真正，哎，这么简单嘞，做感动的，今天真的很开心，乔佑可以来参加这个这个公益的演唱，对对对，我希望讲吼，哎，我刚刚我们的这个人间真的很有爱，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的话啦，我们就是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乔佑尽一份心力，公益也弄个参加，对，就跟我做些公益，就我会出钱嘛，公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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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，我想我带你来参加，为什么要公益？有公益的都会参加啦，爱心的都会参加，所以需要的人所以吼，迄个因为时间比较长，有我大爱，我即摆行坐在恁后壁，因为后壁迄个向右转来进来啊。来啊你！我即摆来了，伊讲讲，哎，你把我整个主持甲人讲错掉，你讲我叫你接我，你感觉就歹啊。我跟你讲，咱后壁演耍三个，拢来，拢在地，拢在地咧。其实要是讲，今日在台大所台南的，哎呦，哪有？有啦，是吼，那是吴俊龙点在咯，马来西亚，杨俊南台中博特在遮啦，啊，安厝人在个遮无拢台南的。哎，阮三个排伫较后边，但是阮在地，阮较近啦。对啦对啦，啊，反正总共一句哦，等下就算转头嘛，袂使走啊，走你也着开门讲，等爸爸叫。我敢讲起来。好啦，袂使走啊，看我咧做啊。为什么开始采访先出来？动起来！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乔友很多人出来，乔友们出来，挨下去。尖叫声！哎，这个是我们哦，好好的介绍一下。哦，来玉树大哥啊！哦，这个是乔友，乔友哥有。玉树则不打，你是玉树临风哦。是，哇！是玉树则不打，是玉树临风的，你要看嘛呀？哎，啊，这个是，这是我们乔友歌友会的会员朋友，是我们台南有一个乔友歌友会，一路走来一直听乔友听到今晚，对，为乔友安定时代开始主持节目。到今出第一代专辑，到今摆已经第三代，已经变成天后啊！真的，真的很感动，真的很谢谢。把人天后是天天在等候，是真正天后。我越来越后，你们看我都短裤啊！可以给多干了四年啊！那个乔安琪，那你敢带来足球好听的歌曲？是。当然，这第一首这首歌叫你说的嘛，还有我。对。这个凊彩少唱了九百几万啊！哦。你讲我做认真唱的，我真正做认真咧唱的啦。简单讲就是讲，伊这摆无目前都等人等心啦。对。啊，所以咱这。新专辑就要挂起，叫做《努力的一生》，你来甲捧。对，啊，不过我阿妹要唱《努力的一生》的。我知啦，但是爱甲捧。我阿妹就学啦，阿妹就学啦。先捧着《努力一生》。努力的一生，我两个人一掌就你唱，甲人唱完啦。为着你，我昨会拍两下，不你就这首。一直在，一直在，一直在，一直在。我努力的一生，用你唱，你唱甲人唱两个月。对，是啊。你无拍我，你就干嘛？啊！你无把我拍，我那就要唱一首。所以我已经拍完了啦。我嘛要唱。我伫电台对，我那连拍一句，迄个歌我会唱。来讲着我，来讲实，我等下吼，我等下要唱的这首歌，我真系足感心的，足感动。这首歌会使讲吼，咱的文杰老师，啊，跟陈晨老师，对啊，平姐，两个来伫遮。哎呦，今日拜国姐出到侪啦，今日出到侪啦，今日伊出到侪啦。这老师都是老朋友了。对啊，阿兰老师，哎，是你，厉害嘞。哎，哇厉害，超哇，这条歌现在发出来了，是的。今天要够厉害啦！老师，对对对，还有我们这位老师的，这位老师。我你讲，我你看一下，这郭秋伟老师啊 ，B 站中老师，还有他那个沈信章老师、陈晨老师、黄翠美老师、陈文宝老师。我跟你讲，经典鬼家中老的啦。老师，吓人嘞，真的吓人。老师，还有没有经典？除了这位美女老师，其他都熟烂了。哈哈哈！真的熟透了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大姐，这鬼料，家中老妈的啦。啊，这个大姐们，这本来是骗人，笑人拍人来讲。笑人笑人，我老师。我讲错了。哎，我老师。哎，你讲咩？我讲这边。但是那，你安尼讲有语病，我讲我甲伊熟识，已经熟识足久啊。你是讲因为我卖老妈的？我查你，我查你，伊十三岁时，大概就是最近我才。我白讲明明就是八岁。哈哈哈！你讲。哎，跑出一只，我讲三姐，你讲梁三姐吼，伊是一个千古情，我讲三姐真正是讲，是是是，来动一动，我嘛是爱笑，对啊，我是量身定做，对，这首歌，哎，看到我讲一句，讲到就是咱的文杰老师，咱的陈晨老师，啊，还有咱的蔡湘怡老师，是是是，真的是专门为个乔友量身打造，真的，真的，大家都这样，刀断你玉碎，是，一刀就甩啊，你知无？啊，啥西甩啊？所以叫我讲小将甩啊，喂。你还关公力呀？好，我。你大嘞！姐，老师，千万别去看看。来来来，小小瓜，给跟着甩花炮花姐。谢谢，芒果花甩花，中中很香，谢谢。好，来手动一下，打个拍子好不好？我还有小礼物，等一下要送给你们哦。哇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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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小心哦，注意安全哦。我试试看后面。花衣红裙多丽丹，有几根的。好了，来，下面第一个说唱队，我问看你头段，以前条歌叫什么歌？哎，你是那个艺术者不打哈？不是艺术，艺术你干嘛？艺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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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做上现代活动，哎、欸，咱这条桥车吼，这条船来好桥，你若无生意，快到起来哈，太危险了，有必要不会摩擦。啊，这你两个挂了，你还剩下团的呢？哎，咱也无趁挂干净，这叫飞啊团的，你咪带些麻烦。对。你讲个啊团，今仔这条乌的呢？对。啊，你两个又栽落吼，还来赔了车啊，这麻烦。这个阶梯吼、哦，尽量不要上来。对对对。好。等一下哈、哦，等一下，如果上这个阶梯的我小李我就不往这边跑了。哦，对对对，配合一下，真的啦，配合一下。来，咱最好把书挂起来。对对，挂挂一点好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稍微可以安排一起乔用的最新专辑，我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《叫什么名》。对，谢谢。谢谢，祝你的一生共同欣赏。哇，这边不要上来啊、哦！对，上来就不花礼物了。对对。我是被叛逆的，我觉得你在玩叛逆的。会唱的，跟着我大声的一起唱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我们的乔乐队会的好朋友一定都会唱的。Thank you.
请大家。我没有欢呼声。刷要来介绍到咱即摆目前伫咧。